新闻继续来关心最上香梦幻母亲的表扬活动。今年是以威尼斯嘉年华作为主题，让每一位妈妈都会当成为大明星同款。由乡长林湘婷牵着因来行红地毯，都是嘛来感谢着每一位得奖的女性，因身为妈妈，身为媳妇，角色多元，但是每一位拢无私奉献，让家庭美满幸福，非常伟大。最上香模范母亲表扬，以威尼斯嘉年华为主题，让每一位妈妈主场活动成为闪亮的巨星，带着手持面具表现多重的角色，重要角色。乡长林湘婷看到模范母亲走红地毯，感谢身为女性，又为母亲，更为媳妇，多元角色的伟大无私奉献。做就家庭美满，联系合家情感。因为咱大家人拢知影讲妈妈非常的辛苦，所以今仔日咱就甲整好水当当，让她当一天的女王吼。所以有皇冠，然后也有面具。这个面具代表就是讲吼，咱妈妈吼本身吼就扮演真侪角色，唔呐爱做媳妇，唔呐爱做早嫁，嘛唔呐爱做家啊吼。出去外口个是一个女强人吼，真的是吼无所不能啊。所以呢，透过安尼诶方式吼，来甲咱所有诶模范母亲吼，表达一个敬意吼。啊，我们今年呢也非常的别出心裁，比较有创意的，就是我们另外在户外的部分，我们有举办这个市集，用市集的部分，让我们的模范母亲的家人们哦，可以陪伴妈妈大量采购、大肆采购，买得开心，玩得开心。那也希望说所有的模范母亲呢，每一个人都可以保持身体健康，因为只有身体健康，才可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。馆长王章良感谢大家在母亲节来庆祝母亲的伟大，在伊的感受就是无对价的付出，唯有母亲对家庭的爱。啊，你们问我是讲，是安怎来全世界拢咧庆祝母亲节，就是妈妈顾囝，啊，当然大家讲。妈妈顾囝是天性，爱当讲天性自然。那妈妈顾囝有一个上重要的条件是啥？就是叫做无条件，就是讲妈妈对囝的爱，包括照顾，拢无咧讲条件的啦，就是用付出。阿爸不是讲啊，希望囝后尾会当啊，大一回报啥？你讲对唔对？所以就是因为啊，无条件。所以大家对妈妈拢特别啦，感觉讲哇，哪有这种人对咱遮好？啊，伊来甲咱顾，伊来甲咱请，啊，然后拢无条件咧付出咧。所以家庭就是安尼。客家村廖志芬女士将代表前往台湾接受表扬，由馆长王章良颁奖毕业，做伙甲家属翕相留念。现场贵宾分集做伙，母子活力甲健康，祝福所有的母亲，大家母亲节快乐！谢谢新闻蔡云东，最上香彩虹不得。台湾上着好了风清哦，厝内爱准备建一避难包。这避难包内底物件有准备三缸的水，甲着基本的打牛罐头、手电筒、加医疗卫生用品，甲着较厚的衫、运动鞋、加鞋垫，并随时检查健身内底物件。另外，爱注重家中的小朋友。订集避难包的所在，并约定订集到成后，大家集合的所在，天灾人切，好加十包，盖棺上吊，关心。